欢迎大家来到黄总经验现场。话说这个礼拜呢，这个台股表现怎么样呢？回顾一下哈，在礼拜四的时候，台股呢给它收最低啊，大盘加权指数了哈。那收最低，同时还把那个三角收敛呢啊往下给跌破。于是有人心里想着了哈，这一下子礼拜五呢啊，是不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就给它往下灌了呢？结果不然了哈，在礼拜四晚上，你大概就可以看到了美股大涨。那美股大涨啊，到底怎么涨的？然后告诉你了哈，像道琼指数啦哈，还有 S&P 呢，创新历史天价。礼拜四晚上啊，这种情况之下，于是乎呢，结果在礼拜五大清早台股跳空开高啊，整个拉起来之后，这也准备要涨了吗？有人心想着这一下子真的要冲锋陷阵往上冲了啊，结果呢，收盘这种情况之下开高走低了哈，开高走低。对不对啊？所以不管对多空双方来讲的话，好像呢这个盘真的没有意思，没意没事啊。当你想着它要往下栽，它偏偏不了哈。当你想着它往上涨，它也偏偏不啊。这个样子已经搞了大概呢两个礼拜了哈。好 ，OK， 所以先不要谈大盘啊。这种大盘这种情况之下似乎蛮无聊的哈。无聊当中了哈，有些玄机呢，到时候在下半场呢再来告诉大家了哈。我们先谈个股好了，因为比较热门的地方都在这个题材，那题材上头哈。那么这些题材，比方说最近来讲的话，从这个所谓三 D 猎鹰族群红到哪里去？红到呢那个所谓电动汽车概念股啊，然后再来呢红到哪里？红到现在呢第三方支付概念股啊，对不对？好 ，OK 啊，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你说啊热门题材给它这样一再轮啊轮不断啊，代表台股呢啊随时都要上是吗？台股到现在都还不上啊，大盘而言还没上啊，还不上啊，对，问题在哪里？啊，你轮来轮去的话，轮太快了啊，轮太快了是吗？好 ，OK， 一个东西嘛，你看到它现在轮到第三方支付了，那刚所讲第一个呢？啊，第一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的三 D 列印呢，三 D 列印不是要掀起第三次工业革命吗？有吗？没有吧，没有吧。现在反而大家懒得去提那个三 D 列印了哈。来，你看到石威股叫最佳代表股，台湾最佳代表是石威啦。美国最佳代表在哪里？三 D System 嘛啊。你看到这一档石威，台湾石威呢？这个是礼拜四，礼拜四呢破线跌到 193.5 啊，礼拜五最低点呢182啊，这个是礼拜四而已，礼拜五最低点来跌到182。好，比方呢，第二号代表股这一档就大种早就给你破线了哈。这个都所谓什么12345失败第五波，给它下来之后呢，破了上升趋势线。这个价格呢一样是礼拜四的哈，148.5。礼拜五呢最低点看到141，最低点看到141了哈。好 ，OK。那一个东西来了哈，第二个就轮到什么啊？这个时候电动汽车概念股啊，就电动汽车概念股呢，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喊都没有错了啊。相关族群当中呢，也都还有人在涨，但是一个东西呢啊，你没看到啊？其实媒体里都很闹心呐，会把他们归类起来，什么东西叫做所谓的电动汽车概念股？那这里头呢，比方说呢哈，有个东西相当落后啦啊，落后的东西就应该要补涨啊，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比方新鹏，这个新鹏哈，这个是周 K 线啊，这个是周 K 线。那你说呢？做电池的哈，我告诉你，它不是做这个所谓 MB 电池而已啊，包括什么？早它就会做磷酸锂铁电池了，新鹏早就会做啦啊，这个应该归类在电动汽车概念股里头嘛？对对，它汽车它的电池应该可以供给这个汽车电动汽车来使用啊。所以应该轮到他啊？请问一下，有涨吗？有涨吗？没涨啊，没涨。甚至呢，你看到哈，台湾电池双雄里头归列到电动汽车概念股，顺达在啊，顺达这一档呢，来 ，OK， 嗯哼，他其实呢是给你打到跌停板了哈，嗯哼，这个有点电脑有点问题，他在礼拜五呢，他给你打到跌停，最低看到跌停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刚刚也跟他解释到一件事了。有人在讲到一件，就说，电动汽车如果说了大家都换这个所谓电动汽车的话，哈，这一下子所谓节能减碳嘛，啊，就不会排碳啦、啊。纯电动汽车的话，那它用电池，它不用吃油啊，不用吃油的话，请问这个车子开出去会不会排碳？啊，这个样子真的不会排碳啊，不会排碳多好呢，是不是？当然，请问你呢，哈，一个重点来了，它用电池的话，电池制造过程这个东西呢，排碳率很高。晓不晓得排碳率很高啊？问题在它所使用电池排碳率很高，还有呢，
这个电动汽车它本身它必须要充电啊，充电这个充电站背后发电厂请问排不排碳？这个排碳啊，都排碳啊啊。所以一个东西嘛，你不要认为说了哈，我们现在开的汽油的车子的话啊，这个东西都排二氧化碳，这个温室气体啊，对环境破坏很大啊，固然是没错了哈。改用这个纯电动车的话啊，通通不排碳吗 ？No， 你如果把它的所谓的哈、啊、这个制造链，还有包括呢使用链全部合起来来做计算的话，你晓不晓得这个排碳率了哈、啊？它是往下荡，荡到哪里？告诉你，排碳率荡到78%。78%代表什么？代表说呢，有减碳，减多少？减20%多而已啦，减20%多而已啊！不要以为说电动汽车这种情况之下，通通不排碳，没有啦，合计起来讲的话，才减20%多啦。好 ，OK， 一个东西来了啊。如果说呢，啊，这种东西叫做电动汽车概念股啊，周 K 线里头有涨吗？没涨了。来放大来看，在这个地方呢，似乎如果不小心的话，它还会破底呢，不小心还会破底呢。啊，股价已经从高档啊掉到低档啊，低档不小心的话，它还会破底。好一个东西了哈、啊，破底的情况之下，没说它就一定会死。来，低点63.2哈、啊，给它累积涨幅到270，这样说起来，这个背景已经不小了。这样的一个大背景，要计算一下哈、啊，它掉到哪里了？第三大关，最后防线在哪里？来，算一下哈、啊，算一下，让你明白一下。嗯哼。一个数目字就出来了，多少？110哈 ，P3 在110了哈。也就是说呢，新埔股价如果破底情况之下啊，不是呢，马上就会死哈。破底下来的话，第三关在110了，在110，它到底会不会到那个地方来？啊、到那个地方是不是一定撑得住？啊，没有人跟你保证任何事了啊。毕竟呢，半对数告诉你关卡，没告诉你答案，答案是我们下来判别的。那你如果知道新埔第三关在那里，不是要鼓吹你在那个地方守株待兔怎么样哦？重点在哪里？你看到在这个礼拜五呢，股价达到跌停板的顺达啊，顺达呢？来，你看到顺达，顺达最低点54块，给你累积涨幅到188.5，给它再回头啊，这个家伙是不是回得更深了、啊？同样计算一下哈，第三关第三大关哦，请问在哪里？嗯哼。马上就 OK 哈，一个数目字出来了，哎呦，87.1的哈，45入嘛，意义都一样哈，跌到哪里了？77块多了，第三大关它已经跌破了，它已经赫然跌破了，跌破之后你才减它啊，你才减它的话，它给你掉到跌停板了。你现在看的是周 K 线呐、啊，哈，对不对？啊，你就清楚了，跌到哪里？第三大关都已经破掉了，对啊，这个是所谓电动汽车概念股的。还来不及给他补涨啊，结果呢啊，这个题材好像呢已经是不是开始转换了风向球，转到呢啊这个所谓第三方支付来了。好 ，OK， 这个第三方支付呢，今天有时间会跟他提一下了哈。前面刚刚所讲这两个，三 D 列印还有包括呢电动汽车概念，都属于什么？合计起来都属于美国概念啊。所以之前甚至呢啊，把这个大家把这样的一个题材衍生到呢美国概念股。啊，美国经济复苏啦，包括房市复苏什么的啊，所以呢，只要是美国概念的啊，这个股票它都会涨。没错，有些股票因此而涨起来的哈、啊。那刚好我举一个例子哈、啊，这个例子我们刚好可以做一些学理的探究。来，你看到这一档啊哈、啊，这一档个股呢，就是美国概念股，这个就是美国概念股，起码呢在当初之前是这个样子喊的啦哈、啊，市场媒体这样喊把它喊起来的，那很有意思哦。这档个股呢，它从44.8给它往下掉啊，这个是周 K 线呐、啊，啊，周 K 线当时呢跌很久，怎么跌的？来看到1、2、3、4、5，对对，五波是下跌嘛，五波是下跌啊，从44.8跌到了12.15之后，在这个地方呢，人家拉起来了，啊，拉起来打下来不再破底了。你看到这个阶段啊，两只脚12.15、12.8，来，你看到这里的量都很少。在那个期间没有人理会它，都没量，无量无价啊，那种情况之下啊，无量无价那代表它不好吗？没有。来看到最新著作股市孙子兵法八物与九地，翻过来一下，看到什么？九地篇里有所讲的散地则无战，散地则无战，代表那个是盘底的好现象，代表那个是盘底的好现象啊，在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在盘底啊，盘底的情况，但是无量无价并不好玩啊，股价当它拉起来之后，闪地周战过来进入什么？
进入一个东西啦，来八五一九地里头搬过来背面啊，看到轻地则无池，从散地则无战，盘成底之后再来进入轻地则无池。请问一下，它的一个轻地在哪里？这个原始的下降趋势线，原始的下降趋势线啊，不是它到这里一定就会做突破、哦，到那里是压力，是压力。轻地不是代表它那个反压轻啊，代表出入敌进。啊，那个地方反压是重的，但是人家有没有突破？来看到，放大来看哈，长红周 K 做突破，长红周 K 做突破，完真的，这个是完真的哈。那给它完真的之后，再来股价一步一步往上涨了。啊，这种情况之下来进入所谓呢第三阶段在哪里？看到，重地则略，重地则略，啊。啊，这个重地呢，比方说啦，预估一件哈，不懂半对数三分线，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了。这一个大背景给它反弹起来呢，来给它一个第三关，第三大关在哪里？算一下哈，这档个股在讲什么？在之前呢，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过啊，忠实观众们呢，你应该就记得。来看到第三关27.2，好 ，P 327.2，来到25.75。啊，这个样子还差了一大步啊，还差了一大步，还没到嘛。25.75这个样子呢，它就已经回头了。啊 ，OK， 没有关系，回头是真是假，或者上去之后还要来到这里呢？啊，这个都没有关系哈。当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周 K 线啊，告诉大家什么哈？从这个周 K 线图上头，你晓得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对不对？啊，轻地则无止之后呢，再来重地则略啊，还没到，还差一步了哈、哦，还没有所谓的一个重地略夺成功啊。啊，这种情况，除此之外，你看这个量在这里都放大了啊，在这个轻地以上，这个量整个都放大。当它量开始放大了，不是以前无量无价、哦、量放大的情况之下，那个叫什么地？叫做交地啦，叫交地，欸，所以现在它到底呢是准备还要再创高呢，或者下来之后已经完蛋了呢？你要看它交地有没有绝，是不是？不是《孙子兵法》八五与九地翻过来 ，here 交地则无绝啊！所以多头要继续维系命脉的话，在这种大量交地情况之下，你不能绝啊。那比方说了，看一个面向，来放大来看哈，这里，你看这里有一块多头版图。这一块多头盘红 K 棒多头版图，对不对？这一块多头版图，来，请问一下，它的基点在哪里？它的基点在这里的20块。那请问这一下它有没有跌到20以下了？啊，并没有。到目前为止啦，虽然有回档，但交地还没有绝啊。的确，它的交地还没绝呀、啊，还没绝，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好 ，OK。除此之外，再来，你顺便就看一下布林轨道了哈。当初从这个地方怎么起攻的？布林轨道缩合之后往上做突破，缩合之后往上做突破啊、哦，对不对？来看到嘛，别忘记哈，全方位战术呢，带状操作布林轨道线。嗯哼，我所讲的东西到底在什么地方晓不晓得？嗯，来看到 ，here， 这里挤压后的突破系统，挤压后的突破系统往哪边突破？告诉你方向，告诉你当时的一个阶段趋势方向。啊，阿、啊、来，你可以看到呢，开始啊，它轨道就扩张了嘛。啊，轨道由缩合开始扩张，扩张之后呢，涨势必须要看什么？看下线，涨势必须看下线。下线有什么好看的呢？这里，下线如果给它转折向上，有没有转折？有啊，一点点哦。转折向上代表涨势暂告一段落，对不对？讲的是什么？前方位战术，布林轨道线，来看到哈，这一篇里头这个地方讲解就是这一个地方，晓不晓得？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休息是应该的，休息是应该的嘛。啊，连布林轨道线都告诉你嘛，这个跟股市孙子兵法有关系，有啊。股市孙子兵法一开始我讲述什么？四军就是结合布林轨道，就是结合布林轨道啊。好 ，OK 啊，这个样子你的周 K 看完了哈，看完，当然人家这个现在进行式还没演完，没关系，看一下这档个股日 K， 来，这档个股日 K 在这里了，日 K 在这里，两个低点嘛，12.15、12.8 嘛，这里叫做散地则无战嘛，无量无价的嘛，啊，然后后来才做突破嘛，轻地则无止，重地则略，啊，重地还没到哈，最大的重地还没到。啊，你说还没到的情况之下，他就回头啊，就是因为这样啊，怎么知道25.75它是高点呢？在25.75。当下呢，不晓得它是高点啊，因为第三关当时没到啊。问题来了，
在这个地方给它拉回整理一下，再往上攻。我还记得当天哈，第二个次高点当天呢，媒体发布利多哈，这个美国概念股有多棒，于是我给它冲起来，冲起来。同时你看到哦，下面这里这一支量，这个量是这里的啊，来第二个次高点量更大，次高点量更大，哎、欸、啊量。你看到这个量已经创高哦，创高量啊，先创高量啊，必创高价是吗？我告诉你，以后只要在这个所谓的投顾节目当中听到有人讲说先创高量必创高价，那个人铁定没看书，那个人铁定没看书啊，是台湾的分析师才会讲这种话，国际标准版的理论呢，从来没有跟你讲这句话。来看到，在这里啊，股市孙子兵法，股市孙子兵法。啊，再来，在这一本呢、啊，八五与九地的八五与九地里头，来看到 here 啊，股市孙子兵法八五实战录，高龄物象，高龄物象这一篇来，投资人总误以为先创高量必能续创高价，正确的量价原理恰恰相反呢、啊、哈、啊，标准的健康涨势是什么？价先创高，随后才补创高量，假使价位过高而量先创高的话，显见浮额冲刺，提防纳住高龄难过。我在讲什么？股市孙子兵法八五与九地搬过来，一有八五里头所讲第一则，高龄物象典型在哪里？这种典型，最佳典型啊！价没有过前高，但是量先给你创高，量先创高，告诉你这处高龄难过，高龄难过啊！你以为这一下子暴利多创高量，所以必创高价跳进去买，结果掉下来，掉下来，对不对？掉下来掉到哪里去？二零点六哈，这样跌的不多了哈。来，你先看一下这个阶段。一二，然后呢？三之一、三之二、三之三、三之四、三之五，这里叫一，这里叫二，这里叫三，这里叫四，这里叫做五的话，假使这个样做划分了、啊、哈，给它从这个地方呢，给它回下来啊，回下来，你先从这里计算就好了。这里计算17.8到25.75，啊，短波先计算哈、啊。嗯哼。No, sorry, 啊，算错了，算错了，嗯哼，马上好，来第三小关在哪里啊？拍谁哈？这部计算机呢来的比较小台啊，比较小台呢常常，就会按错，一个数目字出来了啊，不好意思哈。来跟他讲一下，我已经算过了，好不好？我已经算过了啊 ，P3 在205了，还有花了那么多时间，P3 在205，但是一个问题来了哈、啊，现在暂时止住了，暂时止住，要是反弹，要不过前高再给它往下掉了，你要想到，哎，这样五波是给它回档下来，第一大关在哪里啊？这个第一大关都还没到啊哈、啊，如果它拉起来没办法过前高再打下，你就要小心一点什么？这一下子呢，来看到啊。后面所写的高龄物象会不会转为被交物逆啊？会不会转为被交物逆？啊，那个就是一个阶段的跌势了，一个阶段的跌势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关系，我只是让你明白一下，之前所谓热门话题啊，现在有的已经出状况了。那相对来讲的话，现在热门在哪？第三帮支付的，是不是？这个大家有兴趣的哈、啊、？Oh my god！ 一、二周 K 线哦，三、四、五。啊，对不对？五大波下跌，这里呢已经创新历史低价，就给它起来，青帝折五指，看起来是不是蛮棒的哦？是不是呢？先进广告，马上回来。你的早餐不要忘记哦，现在有了今天的补助，每个月都有3000个妈咪像她一样暂别职场，体验全职妈妈的喜悦。在劳委会的就业安全保障之下，有90%母亲重新返回职场。喂，小琪姐，欢迎下星期回来上班哦。换你咯。薪资补贴好制度，工作家庭都兼顾。跟妈咪说拜拜。运达投顾父亲节感恩回馈，发专案优惠价，强购专线02-2781-0909。
他两年磨一剑，你立即可拥有。运达投顾黄社长两年来的巨作精装产品上市了，八五与九弟两部讲义三级 DVD， 再赠全方位战术与不灵轨道线专辑，就与新知双重献礼，限时优惠专线02-2781-0909。运达投顾父亲节感恩回馈，啪啪啪专案优惠价，强购专线02-2781-0909。他两年磨一剑，你立即可拥有。运达投顾黄社长两年来的巨作精装产品上市了，八五与九弟两部讲义三级 DVD， 再赠全方位战术与不灵轨道线专辑，就与新知双重献礼，限时优惠专线02-2781-0909。头痛，请用五分钟。爸爸，欧派亲密窗专利波纹式导块，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有了欧派亲密窗，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吹气听，先用气听五分钟。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哈，来看到刚刚跟大家举例的之前所谓的美国概念股了哈，这个样子呢，五波式下跌之后突破这个原始下降趋势线，轻地折五指呢涨到这个地方来，啊，对，人家这个家伙现在已经停下脚步了，停下脚步啊，来看到这个换这个第三方支付得了啊，你看到12345给他呢来周 K 线哦，往上突破下降趋势线，轻地折五指，哎，看起来相当不错哦，哎，讲实话，换作是我的话，这种个股呢？这种个股我会不会去控它？不会，我不会跟它反向应对了哈。八五与九弟里头告诉你什么？来嘛，一个东西，瑞祖务工啊，不要挑战它哈，不要跟它反向应对哈。但是我有没有鼓吹你去追？也不会鼓吹你去追了哈。最起码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了哈。最起码你看这个阶段第五波段的下跌起来 ，P 实力在哪里？自己计算一下 ，P 实力在哪里？还有除此之外，再来往下看周 K 不灵轨道，哎呦，从下线拉起来已经到哪里？到上限，已经到上限啊！它能不能再给它突破之后变成超买的一个现象呢？我不晓得。那这个你必须自己要知道啊，必须自己要知道哈、啊。那除此之外呢，你比方说另外一个代表股第三方支付的网家也一样啊，日 K 线啊，对不对？天地走直给它上去了啊，对不对？啊，这里是网家的一个历史低价吗？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哦。网家的周 K 跟那 Oh my God 不一样啊。往家的周 K 线是这个样子，在这里给它拉起来，最大干事角在哪里？假使是回升而不创高，最大干事角在哪里？你自己好好计算一下哈。虽然说呢，他们这种长相说起来的话都算不错，也相当不错啊，对不对？符合学理，轻地折五指怎么样？来看到了哈，在国策孙子兵法哈九变篇里头写到了哈，图有所不由，君有所不及，臣有所不恭，地有所不争。啊、对不对？最耳熟能详一句话叫“君命有所不受”了。一位将领必须要权衡是整体的利害得失，对不对？不是说啊，这种个股不能空啊，不能空啊，非空即多就要去拥抱它，就要追它吗？啊，我才不干啊！我要衡量的一个整体得失在哪里？在之前跟他讲过的，之前管理大盘，你有办法给他创高的情况摸到八九，那个叫做逃命，逃命波最后极致表现。但是我还不信这个样子的。826在当时，我告诉你，我怀疑这里耳边务实，随时行情可能变盘往下。826之后还有上吗？没上啊！啊，他就搞在这里啊，他就搞在这个地方啦、啊，是不是？这种情况之下看好吗？哎，拜托，你看到礼拜五股价还给拉高呢，礼拜五股价拉高变上影线呢，还那个还是因为礼拜是美国股市哎创新历史天价啊，他只能这个样子而已啊。要是人家往下掉将会怎么样？要人家往下掉那种情况会怎么样呢？重点在这里嘛，是不是？所以我说呢，接下来可以战斗，可以，但是要站在哪一方？战斗之前，你要先学习，学习什么？股市孙子兵法，嗯哼，八五与九弟
还有呢，现在跟你搭配全方位战术带状操作布林轨道线，讲的都不是这三本讲义而已啊，包括什么？来8519D 的 DVD 最新著作，还有包括什么？布林轨道线专辑第三代半电速运用，是这个假日你还可以享有呢。这个样子双响炮啊，未来接下来呢，很抱歉，我们就要叫过来啊。只要你懂赚钱的方法，现在学习成功之道又不迟。如果你不甘心只讲赌，结果会怎么样？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股父亲节感恩回馈，发发发专案优惠价，强购专线02-2781-0909。他两年磨一剑，你立即可拥有。运达投顾黄社长两年来的巨作精装产品上市了，8519D两部讲义三级 DVD， 再赠全方位战术与布林轨道线专辑，就与新知双重献礼，限时优惠专线02-2781-0909。孩子啊。